我是小坤，今天呢，小坤的欧宝他们在家的时候呢，听到了有人在外面哭啊。哎，听，就是这个声音，听到没？哎，奇怪了，是谁在外面哭得这么惨了呢？来，我们现在出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烦死了，一直在这里吵，我倒要看一下是谁啊。来，我们现在出来看一下。你看这村庄里面呢也是空荡荡的，没什么人啊，对吧？啊，也没什么人。啊，我们现在继续过来。迪迦奥特曼，你看，这迪迦奥特曼在这里哭呀，这是怎么？看到没有？你看，我的天啊！这个迪迦奥特曼为什么被这个仙人掌给包围住了呢？你看这迪迦奥特曼呢现在是站在这个村庄里面，但四周呢怎么多了这么多仙人掌呢？来，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迪迦奥特曼怎么样，过来啊。哎，迪迦啊，你的身边为什么有这么多仙人掌呢？哦，原来是刚刚呢这个怪兽来到了村庄啊，他把这个迪迦奥特曼呢放在这个村庄里面，然后呢四周种满了仙人掌，那这样呢迪迦就出不去了，因为这个仙人掌的刺呢是非常锋利的。好吧好吧，我们现在想个办法把这个迪迦奥特曼给救出来，好不好？要不我们用这个来吧，就是这个激光枪把这仙人掌给烧掉吧。你看还是可以烧的，你看再烧出来一条路是不是啊？来，底下出来，这里过来，喂，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？是不是啊？瞧这底下他们害怕的样子啊，啊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呢就玩到这里，我是小葵。